得唔得？呢度我俾個位你啊，唔使得。O K O K， 一齊冇啊，新年就休息咯，最主要係冇乜法，都啲小賭嘅遊戲都冇玩啊。今年就真係傾下偈咁樣，所以就完全冇法新年財。鬥咗少少利是啦，鬥得唔多，係啦。瞓得多啊？係啊，好開心啊！可以瞓得多咧，終於可以休息一排啦。就新年休息咗幾日，幾開心。喪瞓係嘛？係啊，真係食安分啊！呢幾日都幾開心，超開心。第一日翻工㗎啦。係啊，新年第一日開工咯，所以就尋晚都叫做 pack 啲開工利是咯，就 pack 到好嘢啦，係啦。咁你包幾多利是啊？包好有包咗好多嘅，咁預多咗，因為都唔知今日開工之後開工，其實都要俾㗎啦，都一直有幫過嘅人啊，合作過嘅人都一定要俾翻開工利是好意頭啊嘛，所以就都唱得多嘅。唔好意思啊，唔好拍住好唔好啊？唔該。不好意思，賺得多派得多，派得多又賺得多係嘛？咁啊唔可以咁講嘅，即係賺得多都係派嗰個數㗎啦，小動作。即係其實我記得咧，頭先我尋日咧就包利是，諗翻起究竟我幾時開始派利是咧，就好似係由兩年前先開始派，因為以前真係咧入不敷支嘅時候係冇錢派利是咯。而家就終於有少少錢剩咗啦，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個喜悦啦，咁樣咯，都開心嘅。你今年好冇啊？豐唔豐收啊？咁？年年都係差不多啦 ，OK 咯，即係都留到少少錢自己剩咁樣咯，咁就上年我記得有啲想避年咯，上年就最要唔好見到任何工作人員啦咁樣。點解咧？慳翻啲啊嘛，跟住今年個心態轉變咗，今年覺得同人分享喜悦都開心嘅，唔好話慳咗一個幾毫啦，其他地方慳啦，但係 share 俾大家開心咁樣咯。咁有咩新年願望？新年願望都是哇即係近一兩年咧，覺得身體健康係非常之重要。最緊要係身體健康咯。你成日病喎，舊年。我成日病啊，年年都病。我係病界嘅 KOL 咯，即係左鬼。人哋係感冒歌手啊嘛，我係咳歌手啊，我成日都咳同埋喉嚨痛咯。我係長期抗生素歌手啊，我成日都食抗生素，食到而家咧我唔再食啦，覺得我抗生素對我嚟講都冇乜藥效啦已經。咁而家就反而用其他治療方式啦，試下咁樣咯。咁就多啲運動會好啲啊。會啊，我都嚟緊想做翻多啲運動，因為我自從我係一個part time 嘅運動員嚟啊嘛。我自從903籃球賽咧之後，我就冇打過波啦。我之前係為咗季前賽同903籃球賽咧特登復出翻，真係成可能有七八年冇打籃球，為咗903同埋季前賽去打翻籃球。跟住一完咗903籃球賽咧，我即刻退役。我到而家冇打過波，我真係冇打過。年紀冇打過啊！903如果唔搞跑下步啦，不如。唔好啦，我唔係未，我唔想。先至會病嘅。可能係噶，可能係因為又少瞓啦，我比較唔係好中意瞓覺啦，抵抗力差啦，跟住又冇運動咯，都希望嚟緊呢年做多啲運動啊！真係。跟阿寶去跑啊！你話。好遠啊！佢大埔嗰度咧跑唔到去啊，所以就費事跑去大埔揾佢。你腳咁長，咁快到。喂，腳咁長，如果你搭車去大埔揾佢跑咯。喂，咁就唔抵啦！你搭車再跑步，講真。好油費都要錢啊！我諗過跑過海咯，可能冇啊，因為保期嗰啲太勁啊，跑步咁我就唔想做全職運動員咯，所以我做啲 part time 得啦。如果希望即係我做翻運動係要有一啲商業嘅機會啦，或者係903嘅籃球賽啦，我先會去做翻運動咯。如果唔係嘅話，係我唔會屈服去做運動咯。咁你要接多啲運動 job 喎？有喎，都好好啊，波鞋牌子。都有嘅，有嘅，遲啲希望接多啲運動 job 啦，咁就令我健康啲啦，希望啲牌子，即係希望各位廣告客户令我健康啲咯。嚟緊有咩新工作啊？咁嚟緊其實近排咧我都比較有啲工作冇接到啊，可能我唔想客串咁多咯，因為以前客串得太多節目，你知道我係 Feel TV 紅天明嚟噶嘛，我即係咩都客串噶嘛，咁所以我就嚟緊，我開始突然之間有一日突然之間。摺高枕頭諗，我唔應該客串咁多，咁我就所以就少接咗客串嘅嘢啦。而家就少啲工作，但係希望嚟緊而家傾緊啦，去外國撞鬼啦又，咁就傾緊個期咯。就依個我都比較期待嘅嘢嚟嘅。保期教你啊，唔好客串咁多去投訴嗰依樣嘢。我唔係保期都客串好多，保期先係 Feel TV 紅天明啦，係啊，我都係 Feel TV 咩？有咩代表咧？除咗紅天明之外，諗唔到。唔係喎，保期都咁啊，佢開心嘅。保期客串，因為佢個人咁過癮，開心嘅。咁我就反而可能休息一下咯，唔好客串咁多，淨係做主角咯。我開始諗，我嗰日攝嗰枕頭底諗，我係主角嚟，我唔應該客串。跟住我就開始推咗啲有啲綜藝嗰啲客串啦。推咗好多咩？又唔係好多嘅，間唔中你知道我哋電視台唔多人，咁其實個個節目都叫你客串㗎啦。咁就無謂個個節目都客串一下咁樣咯，不如
留翻啲力去做自己節目咯。Era 想開 show 嘅，其實係我哋一直都有傾緊開 show 嘅，睇下今年開唔到咪下年咯，睇下大家個期啦，同埋開 show 好多嘢前期嘅準備，唔係淨係準備個 show， 可能有啲嘢要推動我哋，例如係我哋要出多啲歌啊，或者做啲綜藝，或者做啲戲，令到我哋人氣再爆啲先去開 show 噶嘛。會出歌啊？會，但係因為呢首歌今次有啲複雜，我哋係今次好有要求，所以就要啲時間整。其實整咗一段時間嘅，但我哋未達到要求就未做。今次呢首歌應該會令到人哋，哇 ！Era 會做呢啲嘢咧，好耳目一新嘅，但係就都係要啲時間咯。咩嚟㗎？超勁！咁你唱跳？肥仔做開嘅嘢啊，就係跳舞啊！唱跳啊！希望係啦，希望做到啦。而家仲係，因為而家仲喺首歌嘅階段，都未到任何其他階段，咁就。你有機會做運動練跳舞練舞啦，練舞都係做運動啊！協調㗎平時。我係間歇，我係選擇性唔協調嘅。我例如我打籃球，我好協調啊嘛，我跳舞就唔協調咯。咁我開始我就分析到自己係唔中意嘅嘢咧，就會唔協調；中意嘅嘢就會好協調咯。同埋Era 諗下先 ，Era 都而家傾緊嘅節目方面都傾緊嘅，希望而家係喺，因為我哋而家都比較注重嘅質素，所以我哋要傾好耐。綜藝同劇都有傾緊啦，所以就要慢慢度啲劇本啊，度啲細節位就要好多時間咯。所以其實好多嘢都係籌備當中，仲未開拍，但係一定會有嘅。好，好 ，OK， 唔該曬。